有戴画画本吗？什么？那不是画画，那不是画画本，那是帽子。好吧，帽子，这个材质也太高级了吧？我以为是纸哎。它还有加雾面。不是不是，这个材质是那个像垫板。哦，那对，像垫板。这个这样 ，Daddy 帮你穿。好，也是在里面。然后你有什么？我在这里啊。你怎么有一顶帽子？你要祝你生日快乐。对呀、啊，先生日快乐。你要戴在头上吗？哇，木林怎么有这么多东西可以玩？贴纸我们先放这边，那、啊、我们先来画这张。你要画画吗？我跟你一起画好不好？一起画就好。平常不都邀请我一起画吗？没有，运气这么好。抽多少？十几号。多少？哦，太难得了。那你去找十八。屏幕上面有十八吗？十八在哪里？大奖小奖。你有找得到十八吗？有了，在前面呢、啊。这个是算大奖。屏幕在你的正前方啊。在你的正前方、啊。十八在哪里？哪里有一样的？屏幕这个是不是多少？